咱们今天讲一个广东地区的灵异故事吧。作者武昌鱼咕噜肉，于二零一二年发布于天涯社区莲蓬鬼话板块。我今年三十五岁，活了三十多年，终于碰到了这些事情。在我很小的时候开始，家里人就比较相信鬼神这些东西的。除了我爸，他是西医，完全不相信这些事情，属于一辈子不做亏心事儿、不怕鬼神的那种人。而我妈、我几个姑姑还有奶奶等。 都是很相信鬼神这些事情的，特别是我的姑姑，因为特别专注于这些事情，好几个都已经在庙里做了居士。我从小耳濡目染，听了不少这方面的事情，但是我一直都是当做故事来听的。特别是我妈说的一些她的经历，这里不得不说下，我妈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人，用行内话来说就是灵异体质的人。好啦，铺垫到此为止，先说个引子。二零一一年是我的流年，从年头开始说起吧。 这年年初九，我要去广东上班，所以年初八的时候，我就在武汉和兄弟们聚在了一起，做上班前的最后疯狂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兄弟们喝得不亦乐乎，玩到晚上三点才回到兄弟的住处，两人睡一张床上。那天我已经喝多了，我的好习惯是喝了酒就倒头睡，绝对的酒瓶好，不闹不吵。怎么睡着的我记不清楚了，但是只知道当天晚上做了一个很难受的梦。 梦里的详细内容我不记得了，只是隐约记得梦里非常恐怖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梦醒了后，我发现自己枕头全部湿了，而那股恐惧、难受夹杂着伤心的心情居然还未平静。可惜的是，我不记得是什么梦境了。梦醒时，我一睁眼就看到我兄弟瞪着眼睛看着我说：“你没事吧？”我故作镇静地说：“没事。”你怎么没睡？因为我兄弟这一天是要去上班的。他一脸憔悴地说。 我一晚上没睡呢，看你一晚上都是手舞足蹈，很激烈，好像在打架一样。我怕你出事儿，你怎么了？他也很好奇我做了什么梦，可是我一点都想不起来。初十我回到了广东，过了两天，我突然接到我二姐的电话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赶快去医院检查下身体。”我问怎么了，他说：“初八的晚上，我妈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看到我被一群黑衣服的人抓走了，她想拉我，拉不住，在梦中还看到我跟人打架。” 打得头破血流，很恐怖，所以这几天心里一直不舒服，憋不过了，去庙里找了高人看了。那人说我今年不利，运势不好，怕身体要出事情，可能有血光之灾等等。所以你先去检查下，然后验个血，手指头出血，再去庙里拜一拜。那人说这样可以破血光之灾。说实话，当时我听了二姐的话，非常的震惊。原来我做梦的那个晚上，我妈也做了梦，也就是说。 我们也许是在同一个梦境里面，或者是因为母子同心的心电感应，她感觉到了我的难受吧。我马上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，听得出她电话里面很焦急。我答应她去医院检查，去庙里烧香，但是没有告诉她，我那天晚上也做了梦，我怕她更急。后来去医院体检了下，还好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我隐约感觉到这个事情仅仅是个开始，因为我会经常想起这件无法解释的事情，然后心神不宁。 果然，后面不出所料。二零一一年年中，八月十四号，我到汕头出差，当时有个活动，八月十五号在汕头举行。我的工作就是专门做一些接待名人的活动。我提前一天到酒店，等那位嘉宾的到来。这位嘉宾也是一个比较有名，而且很有佛性的人。后来我还跟他讨论过这个事情，这里先不说。话说当天我在汕头的酒店住下之后，就去找吃的。那条路在汕头市中心。 叫什么金的一条路，很多小吃。早听说潮汕小吃好吃了，所以我当晚一个人叫了很多东西，但是没有喝酒。我其实并不爱喝酒，除非有朋友躲不过才喝。回到酒店的时候，大概是十一点左右，我开了电视看了会，突然感觉整个人都昏沉沉的，眼皮都抬不起来了。这个时候我还没有什么感觉，只是有点奇怪，今天也没喝酒啊，怎么会这么困？平时我都是十二点多到一点才睡觉。 这个时候应该是比较清醒的，当时也没有想太多，以为也许是累了，衣服都没脱，想睡会再起来洗澡吧，迷迷糊糊就这样睡着了。梦中我自己醒了，当然当时不知道是梦中，我迷迷糊糊爬起来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洗手间准备洗澡。走进厕所，我忽然看到黄色的瓷砖墙壁上有一只黑粗的胳膊，我以为眼睛花了，仔细一看，确实有个胳膊在墙壁上趴在那里。 我第一感觉是隔壁伸过来的，我以为是工人在修什么，喊了一声：“这么晚搞什么呀？”忽然，那个黑色的胳膊朝我伸了过来，而且变长了。我甚至看得到上面的毛毛和黑硬的指甲。我当时吓傻了，都忘了喊，本能的用手去挡。这里说下，我学过一点散打，所以身体本能的会保护自己。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怕人攻击这些，但是这个手变长了，我感觉情况不妙，有问题。就在这一刹那。 我忽然惊醒了，原来那只是个梦。我还在床上，当时回忆着刚才的情形，口干舌燥，心绪不宁，心里很清楚这是撞邪了。想起老妈之前告诉我的，要大声的咳嗽、跺脚，然后默念大慈大悲南海观世音菩萨。于是我躺在床上，把手上的手链佛珠取下来，握在掌心，慢慢的闭上眼睛，心中默念了一会，再睁开眼睛，看到天花板。 还好没事，一回头却看到床头边上都是白花花的手和脚，还在那里蠕动。我心里暗想：不好，还没有过去。奇怪的是，这时候我反而不怎么怕，心里很清楚是撞邪了，人生第一次撞邪了。这些都是幻想，不要怕。我心里镇定地告诉自己：天亮了就好了，坚持一会。就这样，我握紧手中的佛珠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闭上了眼睛。又不知道过了多久。 听到外面好像有鸟的叫声，我心想天亮了，欢喜地睁开了眼睛，果然看到外面天空一丝淡蓝，终于天亮了。我心里长叹一口气，还回味了下昨晚的事情，身上凉飕飕的，人有头昏脑胀，但是我还是顽强的，心想终于过去了。第一个想法就是打个电话跟朋友和家里说下，因为这种感觉实在太奇妙了。电话呢，我到处摸索手机，没摸到，揭开被子。 没想到被子里面都是人的手和腿，黑的、白的，大人的、小孩的，在那里蠕动。这下真把我给吓到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从床上跳了起来，这一次才真正的醒了。我还怕是自己在梦里，用力的咬了下手指，确实是痛的，才相信自己醒过来了。现在还是深夜，才三点，并没有天亮。我听到的鸟叫和天空蓝色都是梦中的，电视机还没关，梦中电视是关的。 我手上并没有佛珠，去到厕所才看到，原来佛珠在我回来上厕所的时候放在了镜台上。这个时候，我反而有点恐惧了，再也睡不着了。起来打开电视最大声音看电视，整个人都是昏沉沉的，但是一直咬着自己的手指，不让自己睡着，一直坚持到早上六点半才跌跌撞撞的下楼去餐厅人多的地方。这一次真把我吓到了。那天活动一天，人都是浑浑噩噩，第二天来的同事都看出我问题了。 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昨晚有点撞邪了。同事说昨晚是七月十五啊，你没到处乱跑吧？我这时才惊醒，原来昨晚就是农历的鬼节，七月十五，阳气最弱的时候，怪不得我会有如此遭遇。回到广州大病了一场，头疼、感冒、浑身疼，持续了半个月。我从初中锻炼身体后就一直没有感冒过，身体那是相当的棒。这次却被这个事情搞得非常虚弱。我终于相信。 人在精神虚弱的时候，身体也会受影响。身体虚弱就会被这些东西侵蚀，这样病了半个月才慢慢好起来，人才有了点精神。我还去一个信佛的师兄那里，又请了穿开光的佛珠回来，一直挂在身上。我已经感觉到今年不对头了。没想到十月份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。十月份我又出差了，这次是去珠海。当天搞完活动，入住了珠海的一家连锁酒店。 名字就不说了，免得影响别人生意。当天晚上，我和朋友们吃了宵夜，去到酒店入住的时候是十点了。拿房卡找房间，当房间号一个一个掠过的时候，走到了四楼的最后一间。这一下我懵了，不会这么倒霉吧？酒店头尾间不能住这个说法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我转头跑去前台，要求换房间。前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房间只剩这最后一间了。”我要求退款。 前台打太极说：“这个要申请经理，经理已经回家了，做不了主。让我能不能对付住一晚？”我一看前台小姑娘，心一软，就入住了。不过因为上次住酒店的事情，心有忌惮，心想今晚大不了不睡了吧，看电视，太无聊了，借个电脑玩游戏吧。于是，在前台交了押金，提了一台不知道用了多年的老式笔记本，去了房间，打开房门，开灯，我居然发现。 这个房间的墙壁上有一扇门，虽然已经涂成了墙壁的颜色，但是可以明显的看出来，这个是一扇门。我心里又涌起一丝不祥。你想下，在一个封闭的房间，墙上有一扇打不开的门，是什么感觉？我还用手敲了下门，咚咚的，是一个老式的木头门，漆成了白色，已经被锁死，锁眼也是那种老式的。我不由得会去想着，门后会是什么呢？哎，算了，我忍了。最后一间。 房间有门，这个总不能成为退房理由吧？反正不打算睡了，我就打开电脑，准备对付一晚上了。这个笔记本并没有关机，只是合上了待机状态，所以我一打开马上就亮了。我看到上面的桌面下方有个没有关的网页，我手欠的点开了，是一个浏览器页面，其中一页是一篇 QQ 空间没有关，看装饰像一个女孩子的空间，我心中一激动，莫非是有缘的前兆？马上仔细看起来。 越看却觉得心越凉，头冒冷汗。这个女孩子写的日志题目叫做“不是吧，我真的撞邪了”。她文章写道：“她也是住进这个酒店，看日期大概是六天前。最让我头皮发麻的是，她居然也是住进了我这个房间，也描写了这个房间里的那扇没有开着的门，非常的诡异。”女孩子的文笔很好，写了估计有大几千字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。 因为当时没有复制下来，我就凭记忆简单的说几点吧。大概是六天前的晚上，这个女孩子也是因为出差来到这里，她好像是个做外贸的工作。住进这个房间的时候，一进门就感觉那个门很不舒服，但是她可能出差很少，也没有那么讲究，就住下来。当天晚上，她洗完澡，在 QQ 上跟同学们聊了会天，就上床睡觉了。到了晚上不知道几点，忽然听到房间里面有很多脚步声。 他以为是外面走廊的声音，但是又不像，声音像从那个墙壁的门后面传出来的，因为有木板刮的声音。他一下子清醒了，一股冷气从脚底升上来，心里突然一紧。这个时候，他忽然发现自己浑身都被什么给重重的压住了，动都动不了。意识是清醒的，但是怎么也动不了，胸口像被石头压住了一样，呼吸都很困难。他开始想，是不是传说中的鬼压床？整个人都吓傻了。 想哭都哭不出来，喊也喊不出，这还不算关键。他觉得自己睁开眼睛，看到自己不是睡在房间，而是睡在一个很陈旧的土砖木房子里面，鼻子里都是那种腐朽的气味，身下是冷冰冰的石板，旁边都是人影在晃来晃去，还有动物在身边跑，不过都是黑色的，像影子。还有很多人在他身边，很嘈杂的感觉。他一直动弹不了，他甚至感觉到还有毛茸茸的东西在他脸上划过。不知过了多久。 他才哇的一声喊出来了，发现自己还是躺在房间的床上，灯居然还是开着的。可是他记得刚才屋子里面都是黑色的，灯光也是很细弱的那种。他全身都已经湿透了，被汗水浸湿了。他从床上爬起来后，就再也不敢睡了。拿起电话想给身边的朋友打电话，打了好几个，居然都是忙音，就是嘟嘟嘟的那种断线的声音。他说，那一刹那，他有绝望的感觉。忽然，他又想起。 鬼片里面打通电话是另一个人的声音，该怎么办？他吓得赶紧把手机丢在了一边，也不敢打电话了。把房间里面所有的灯全开着，打开电视最大声音，就这么熬着。又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电话突然响了。他犹豫了好久，要不要接？一看是他前面没打通的大学好友打过来的，这才壮着胆子接了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才哭了出来。后来同学陪他一直聊了一个多钟头，手机快打到没电了才停下来。 他浑身发冷的感觉才好了一点，一直对着电视，直到天亮了才写下这个晚上的经历。看到这里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死也要出去住了。于是赶快拿起电话打给前台，说让你们经理今晚一定要给我换房，不然就退钱。十分钟内没,没有答复的话，我就走到走廊去把所有人都吵醒，你们看着办吧。说完就挂掉电话。这一招果然有效，不到五分钟，他们经理就过来了。一番交涉后。 终于将房费退还给我。我后来一想，这个事情确实十分诡异。要知道，酒店房间那么多，住到同一间房的几率能有多大？而且酒店出租电脑也有好几台吧，这样正好住在同一个房间，用到同一台电脑的几率也算是几千分之一吧。可是偏偏就遇到了，你说这不是很离奇吗？而且我当时看完他写的文章后，那种惊悚到头皮发麻的感觉，我到现在还忘不了。 后来我把这个事情跟身边的朋友说了，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。直到有一天我去东莞洗脚，聊天的时候当做奇闻说给一位洗脚妹听，她也给我讲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儿，又一次惊悚到我了。我也算是从小就听鬼故事长大的，所以一般的事情我听下就算了，最多当时觉得有点怕。可这个故事真的让我无数次回味的时候都觉得心寒，尤其是从一个初中毕业。 文化水平不高的洗脚妹嘴中说出的这个她本人的经历，让我仿佛身临其境。我相信她绝对不是骗人编造的。她说，她是零九年来的东莞，当时有一个男朋友一起过来的，两人是老乡，一起来这里打工同居。一开始都在厂里做，后来为了收入高点，她出来在这个洗脚城里面做。一年多后，两人感情渐渐淡薄，因为两人时间基本都很难对上，所以说话也很少。 而且男孩子喜欢上了打牌，经常很晚才回来，又经常因为钱的事情吵架，所以用他的话说，就是男人有跟没有差不多。这天晚上，他是晚班下班，回到洗脚城对面城中村的老楼里。他告诉我，这个老楼现在还在，就在他们洗脚城对面。出门看到最黑最破的那栋六层就是。男朋友在家里，两人依然相对无言，看了一会电视，两人就睡觉了。他睡在里面，面对墙。 男朋友睡在外面，就这样睡得迷迷糊糊中，她好像听到电话的响起。她男朋友起身接电话，迷迷糊糊间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，就从床上下来。她听到他穿拖鞋、穿衣服窸窸窣窣的声音，然后开门的声音出去了。迷糊中，她残留的意识认为男朋友肯定又是接到谁的电话，出去打牌去了。不管他了，继续睡。又不知睡了多久，半梦半醒间，又依稀听到开门的声音。 脱裤子、皮带的金属声、拖鞋声，躺下，然后感觉到他的手从腰后面环抱过来，紧紧地贴着他的后背。他感觉被抱得越来越紧，却没有感觉到身体的温度越来越冷。突然间，他感觉到这个人不是他熟悉的身体，这个人不是她男朋友。他第一感觉是完了，有坏人进来了，自己要被侮辱了。他拼命想挣脱，想喊出救命，可是自己被抱得动弹不得。 嗓子也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，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。他又急又怕，感觉快要死了。这时候，突然那个人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在漆黑静寂的夜晚像一把利器划破空气，显得特别刺耳，笑得他毛骨悚然。他被吓得几乎快要晕过去，意识模糊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身体松了，手脚可以动了。他马上尖叫了一声“救命”，从床上起来就跑，趁着月光。 他发现原来床上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他疑惑了，难道刚才只是一场梦？但是那种过程是那么的清晰，身上被紧紧抱住的痛楚感还在，那哈哈的笑声好像还在耳边萦绕。他摸索中打开了灯，仔细看了下，确实床上什么都没有。他找到自己的手机，跑着下楼，一口气跑到楼下的烧烤摊，人最多的地方。只披了一件外套，连裤子都没穿。旁边的人都奇怪的看着他。 她用颤抖的手，好半天才拨出了男朋友的电话，要他快回来。她男朋友还在打牌，不愿意回来，但是听到她的声音都恐惧得变了调。终于还是回来了。即使她男朋友回来了，她也再不敢上去那个房间。不管男朋友怎么劝她，她都不愿意再进去那个房间一步。直到她男朋友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，搬到另一个地方，她再也没有进去过那栋楼。直到现在路过那里，她都会感觉到。 那天晚上的经历是那么的真实，他连说了几个真的好真实，好真实。我的脚虽然泡在高温的热水桶里，但是还是浑身都起了寒气。特别是他说到那个笑声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。过了几年了，每次我跟别人谈起这个事情，依然还是会心紧。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？后来我仔细想了下，终于找到了原因，因为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。 这段经历是在零八年，在这之前，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可怕，直到他的故事才让我重新想起来，而且后怕。他点燃了我内心的恐惧，所以我能产生共鸣。本来不打算说出这段经历的，因为他涉及到了两个人。有人说我是写小说的，虽然我想说你当做小说看就好了，但是这确实都是我的亲身经历。我自问不是一个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，这些事情我都跟我身边的朋友说过。 有机会的话，也许他们也会看到这个帖子，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